哎，今天咱们把那个凝固头棒子涂上啊，因为现在出不去门嘛，也吃不上肉。咱们把棒子涂上之后，炫点肉。咱们今天做哪三个？做个懒人，做个懒人，老爸老妈，干点手擀做个面。懒人，干点手擀面。今天就我哥来吧。你看立秋了嘛，吃点热乎的东西，就是早晚凉。希望大家在家疫情期间照顾好自己，增加免疫力。先把这骨头棒子给煮上，学习一下。今年的马奶子葡萄看怎么样？结的可以吧？那边是那种老葡萄，今年葡萄结的不错，主要是因为雨水少的原因吧。这么大的秧有多重啊？曹操问。曹操问。草虫称象。这头大象称一称。谁有办法把这头大象称一称？有的说得造一杆大秤。有的说。做大人洋葱是必备的啊，咱们马上调汁子用，切点小菜。这几个小时干，两个小时啊？两个小时吧。两个小时数差不多。味道进去。味道已经出来了，放萝卜，放点香菜，把芹菜放的，辣皮子来了点。嘿，把这个捞出来，捞出来，把上面你看，其实可以啊，上面啊，可以。肉一剔掉，吃辣人肉汤下面啊，蘸筋呢，看到没有？哎。要炖肉汤了，辣人汤了啊！咱们少来点肉汤，因为这个马上下面要用那个肉汤嘛，所以把那个准备好的西红柿，哎，锅里倒，这有啥？辣子，来点辣子，青红辣椒，来一点，再来点肉汤，现炖的肉汤，这个等一会儿，把它熬开之后。熬一会儿啊，哎，辣人面就是九月面，我们这一般吃的，然后直接下到肉汤里面，因为肉汤有盐味嘛。辣人讲究的就是这个，然后那边把汁子兑好，盐巴自己尝，因为放的是肉汤嘛，淡的啊，少来点盐巴，白胡椒来一点，白胡椒来一点，点好，好，然后把那个洋葱和大蒜放进去，汁子就调好了啊。葱多点，葱多点香嘛，因为是肉汤啊，解腻用的。汁子浇上去，辣人面出来了。骨头，慢慢吃，慢慢学，不着急，小心面烫嘛。我妈这一天跟着操心啊。上面筋呀、肉呀、皮皮子呀。哦，这太长了。咱们现在有限的环境里面创造有限的条件嘛，羊排现在买不上，骨头棒子上肉也美得很。把那筋呀啥，你看到没有？脑髓啊那些东西，脑髓可肉吃也行。哎呦，这口骨髓吸的。可以。嗯，看胶原蛋白，满满的。嗯，吃肉不如啃骨头吃啊！吃你发现没有啊？啃骨头最香，那啃骨头不如喝汤。嗯，辣人面。这个肉汤的下面就是好吃。这是传统的辣人汁子啊。皮带面是吧？皮带九月面。这个面线现在又不和的吧？这面和的挺多。这个大儿子平常也在外面呢，在外面搞工程小活干的，平常不在家。你看，今天这个也是到一块了。平时在家就经常给我们做饭吃。我倒觉得儿子做的吃的比我做的给你吃的香啊。吃的还可以。对，吃儿子做出来的味道感觉好一点是吧？这味道踏实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生活啊，不是光是吃喝，还有这个儿子呀、儿女啊、亲人的陪伴呀，这是最美好的东西。所以说呢，吃饭只是一个环境一个点，主要是大家聚在一块儿，哎呀，这种陪伴，好，完美一天，完美的一天。妈妈。
知道吧？这坏人要是把你抓走的话，你坏蛋把你抓走咋办？我不知道。就是啊。那什么？